网络线上读经，透过 LINE 群组，但是那个网络不顺啊，会断断续续的，现在是中断中，这已经被弹出来3次，这第四次连上去了，然后又你看又中断又停了，没有声音了。通常呢，9点开始，晚上9点开始，恭送百孝经，恭送弥勒救苦真经的那种。念回向文，恭诵百孝经2次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2次，整个全部时间大概20几分钟，现在才显示9点13分，你看，网络不是能被弹出来了。那个方法可能是9点以前赶快把那个手机关掉重开啊，把那个记忆体看看会不会释放一些足够的记忆体，更多的记忆体空间，看看是不是这个会比较顺啊，网络会比较顺吗？最后回向我那个恭请，恳靠请示弥勒祖师，济公活佛，观世音菩萨、喻和菩萨，慈悲咒诸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将功德回向天地，回向祖先，回向我，回向子女。以前还有说回向有情众生、无形大德，如果有前线病重了，也要回向给那个在医院的前线，减轻病苦、折磨之苦。然后有那个往生的、归空往生的。我们要功德回向给成道的前线呢，最后自己要感恩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禅师慈悲，然后要说晚安，各位点禅师、各位灵认、各位护灵认、各位主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。大家晚安。